想知道一颗人都值多少银两。十两银子。先帝送你来写帝子的时候，想过自己会有今天吗？没有写帝子就没有。写帝子是见不了光的鬼魂，有能活出的剑锋。下线杂种也不相信我，我只信我兄弟。兄弟，天告诉我，我将要死。难受我不怕。如果死的人是你，那我的命会不会变呢？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你和我的命都不是自己的。是皇上，皇上要大炮干嘛？你有选弟子不是已经够了吗？朕不想任何人看见我们大清不见光明。皇上的圣事里面不能有污点。是高铁让我们做的选弟子，你也是污点奴才。无路可走的人我救，进血弟子，我从未想过师兄的命。